像是很快在那边吐口水，然后摸到我就揍他，塞起来，我放水，就我同学一急，然后一上来敲到这个地方出不去，毛光了，血喷出来。我的母校，我小学在这儿念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，小时候经过孔子的铜像要取过，是你没有踏进这个地方。我也是也想毕业的，对对对对对。我只过来看一下，我也忘记了，我在读哪一栋楼，我都忘了。这一栋是最早的，最早的。我应该是这一栋，我记得小时候那个楼梯上去，应该是从中间。我好像是在这边二班的二楼吗？忘记了，三楼还是二楼？三楼。同学上次很快在那边吐口水，然后摸到我就揍他了。这洗手台东西变洗手台，我小时候粘瓷砖，以前是抿石子的，洗石子的啊，现在是瓷砖的。以前应该是类似这种的，对，是这种的。那我记得是突出去。对。你小时候还在那边比赛憋气，把那个塞起来，然后放水，就我同学一急，然后一上来敲到这个，然后出不去，毛光了，血喷出来，后来被老师骂。以前是两个人坐在一起，还在老地方。五十年前我坐在这个一年级，六岁念一年级，对，人生啊。